当的。我真感谢你给我退休金啦，啊，不过你雄雄安搞我掠来，要搞我安一个罪名，这我袂当接受啦。你这样子，等下，你还阁唔承认？宋丽华，我是你的文情人呢。当初你咧走投无路的时阵，是我有你工课，你才会当我啦。我这么遐信任你，把公司的钱拢交予你管，你表面上对我尽心尽力，私底下搞我钱，即马我也处袂掉，人怎啊避开？莫想讲你点点点都无代志，我都无你法度。金哥，我的钱藏在倒，唔讲。好，我替你讲，你有一个查某囝，我直接去找查某囝讨。我的查某囝一直在跟我读书，伊啥物拢唔知。哈哈，莫怪哦，你有才调栽培恁查某囝出国读书，啊，拢开恁爸呢。对啦，我是为党的家借一点仔钱啦。啊，不过你若叫我即马随行李，我真是做袂到。党的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一世人做牛做马来行李。啊！你是要笑破人的嘴笑？你想讲你什么小姐？你到几十年的时间，就替我打拼。陆家平，你遐薪水，啊，搁你卡袂着胃疼，两公身体，你是要来陪我？不管安怎，这件代志跟我的查某囝一点仔关系都无，这拢是我做唔对啊！我给你一个人来承担，来弥补。弥补？你是要来弥补啊？罗顺讲我给你掠去卖，千金千两，你嘛无代迄个钱。我今日无法甲你教死啊！我后摆啊，路边点仔社会讲徛起啊！你是要创啥啦？看你这个面啊，就欠早起还三里啊！今嘛，你知我要创啥吼？啊，你搁徛遐创啥？动手啊！当然，过去你想要安怎？我来啦。当然嘛是一个爱，一个客气啦。